对，这个一份多少？45，每天都要等哦，要等20分钟。啊啊，这么久？对。口味都一样的吗？这边你看一下。我不懂。有原味的、海苔的、瓦萨比的、还有蜂蜜芥末的、还有梅粉的、还有辣味的。啊。可以那个吗？哪一个？这么样，这么讲，你是要两种口味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啊。那好，还要一份哦。你要什么加什么的？加那个海苔。海苔跟。跟那个什么，瓦萨比还是？不错，冒瓦萨比。不吃辣的吗？梅子的还是梅粉的，还是要蜂蜜芥末的？都可以，好吃都可以的。梅粉好不好？好。那你我就是六颗都，一盒有六颗。六颗都帮你撒两种口味，还是你要三颗？三颗。好，那就是帮你做三颗海苔，三颗梅子的。那多少钱？45。好，先跟你说是。Selamat bertugas kuasa untuk yang menjalankan ibadah puasa.